竟田张继科公开恋情连累，迪丽热巴被强行表白。欢迎关注，给你带来娱乐圈的稳消息。竟田和张继科的恋情公开了，很多人意想不到。一个混体育圈，一个混娱乐圈，没有什么特别征兆的，于是产生了很多的段子。张继科为了实现奥运梦想背井离乡，导致全村人没水喝。他取下杯上的井尝了一口，咦，井甜。还有人说井甜去医院挂号，医生问看什么科，张继科。不得不佩服网友们这超强的联想能力。既然娱乐圈和体育圈都可以绕到一起，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？于是在东粉心中的老婆迪丽热巴被强行表白。我觉得张继科和景甜分别代表住体育圈和娱乐圈，跨度这么大，那我和迪丽热巴应该也可以。他是娱乐圈，我是朋友圈。张继科和景甜都公布恋情了，是时候让我和迪胖也见见光了。搞笑的单相思，竟然也有人反抗。有戏，不过是打戏，我作为他老公收拾你。看起来迪丽热巴可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，只怕到时候真的公布恋情的时候，网路上会哭倒一大片吧。